居住生活在新北市都会区的原住民族人逐年增多，截至今年9月的总人口数约有5万多人，也包括许多居住在河岸聚落，例如三鹰部落、西周部落等。立委就希望能够选择国有土地，将土地维持国有，由政府或委托民间企业新建住宅，低价出租给都市原住民族人，解决原住民族人住的问题。保持国有土地，那房子政府新建或是民间新建，有钱的原住民买房子，没有钱的原住民租房子，然后大家住在一起，相关的文化的传承。多年争取就地居住权，居住在河岸部落的阿美族族人是否能够就地自主造房？内政部长表示，还要与国有财产局做协调。一个直辖市还存在这样的问题，总是要去解决嘛，所以不能用一般的方式，啊，不能用一般的方式啊，有偿无偿的那个拨用原则，啊，来去处理嘛。他原来是要国防部的地，现在是要用国有财产局。对，国有财产局的土地，现在是要涉及到要有偿拨用。我来跟那个国有那个财政部长。虽然新北市政府在去年2月已经有协调国有财产局释出国有土地，另地重建部落，提供三鹰部落居民承租，也口头上告知居民预定地地点，获得初步族人的认同，但是目前土地问题还是没有获得解决，何时可以解决还没有时间表。记者丹尼布物流立法院采访报道。